好艺人风脸书啦，微博像是蔡康永啦、大小 S 啦，那么侯佩岑的微博粉丝人数有6万多人。但是呢，昨天在录影的时候呢，侯佩岑就说了，我根本没有经营微博或是脸书，而且呢，呼吁这些被假侯佩岑关注的84位艺人，千万不要上当哦。他说，我应该这个相信啦，会更很小心，没有什么恶意这个人，但是很担心说，因为有84个艺人加入这个假的侯佩岑，那么担心说会不会聊天的时候呢，聊到了比较隐私的话题，甚至呢，假侯佩岑也呼吁粉丝，有人冒充吴宗宪开立微博，不要上当，为变成了假的警告，假的有趣的局面了。